而不就是卖小吃。新北夜市硬扯文创，台湾文创处处有商机，看到没？夜市也很文创。新北板桥开了一间文创夜市，还有脸书粉丝团冲人气嘞。昨天盛大开幕，冲着文创之名，果然造成轰动，附近都塞车了。里面到底卖什么？而不就是卖传统卤味，还有臭豆腐摊，都是小吃啊。好无聊的夜市，人多就算了，逛了一圈其实也没什么，每个人都在问文创在哪里了。哇，竟有墨水味，看来文创夜市里要吃得到肉形石跟翠玉白菜，才能沾染一丝文创气息。对了，顺带一提，文创夜市的南侧是露天的哦，是不是与众不同，有文创味呢？突发中心，文创万岁，报告。